まもなく2畳です。お出口は右側です。まもなく三座が嵐山。ステーション208。今天早上的行程一路被打乱，我真的连我的 OTD 都没开给大家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蓝山，然后我们要先去那个竹林小径，有点睡过头，也没睡过头了，就是比我预想的还要晚一点点。感觉那边人比较多，所以早一点去。今天是一个大阴天，但感觉还行，反正只要没有下雨，我觉得都还好。现在就是京都的天气一样难穿衣服，我今天穿了一个这个薄的 heat tag， 但是高领的，我觉得感觉我快要感冒了。里面我还穿了一个针织衫，外面是一个白色的衬衫，下面是牛仔裤。嗨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竹林小径，就主要就是为了想要避开人群，要不然我们早上本来想要去金阁寺，但金阁寺就是有点小远，下午预约到那个小火车的票，我们就是来到这里了。目前快9点，8点50。哎，我觉得人不算太多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的话可以参考。我觉得不用赶到超早啦，有人网络上写什么来这边看日出，我就觉得有点夸张。我们现在快走到渡月桥这里，今天天气实在是太阴了，我觉得这边秋天来应该蛮漂亮的。感觉是一人只能限购3个，刚好明天要去见我爸妈还有我哥，所以可以一起送他们。这家店超级可爱，我们做一个榻榻米 seat， 这个环境。就是一家吃面包为主的店，但是我们刚刚也买了一袋面包，就是想说这个可以带去给我哥他们。我们点了一个三明治，然后跟两个不一样的东西，蛮期待的。吃吃看这个，这三明治比我做的漂亮多了，它很厚，而且奶油打得很扎实。奶油很浓郁。还有一个，我点了这个是红豆的吐司。奶油，先吃个原味。很有奶香味，然后超酥的，刚刚出炉的蛋糕，面包，好吃。So many people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蓝山你不说，然后现在天气这么阴的状况下，然后又有水，我真的觉得很像乌来，而且乌来也有很多樱花，这里的樱花
就是差不多快谢了，但乌来的山樱花比较红一点，蓝山根本就是台湾的乌来。 OK， 相机拍不出蓝山的漂亮，一定要来这里。我个人觉得这边秋天一定更漂亮，因为那个山上的树啊就是这样胖胖胖胖胖都不同的颜色，然后他们秋天应该会更不同，现在就是各种不同的绿，秋天应该就不同的红，这边应该更适合秋天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搭那个小火车。我早上没有讲，我们今天行程就是有点大乱，就是因为本来想说搭完这个小火车，然后回去那边再逛蓝山一区，但大叔早上就说那边会蛮多人的，所以我们就先逛了那一区。但是因为我们小火车是两点的，整个被倒过来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搭完之后就没事。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，我等一下才要去搭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票真的是太难拿了，因为我昨天一直企图想要在那个可以领票的那个。就机台领，可是他一直不让我领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又排队排了很久才领到，非常困难。这条路还蛮漂亮的。趁我忘记前赶快讲，如果你们要搭这个蓝山的小火车，在蓝山方向要往那个方向搭的话，要买双数号座位，要买 C 跟 D 的。但是如果你们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回来蓝山的话，也买双数号，可是座位要买 AB 的。反正不管怎样，我都觉得双数号比单数号好。像我就是整个大买错，双倍买错，就是我买了单数号又买了 CD， 然后我们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回来蓝山的，所以就整路都看不到什么，就看到一堆墙壁。OK， 嗨 ，Hello， 大家早安。今天是我们在京都的最后一天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本来今天没有排行程，就是等一下差不多吃个午餐就可以走了。不过我们就又超早起，我今天大概两点多就起来，每一个小时都起来一次，我不知道是失眠还是时差。Anyway， 而且我现在喉咙就是有点微痛。好，我刚去买麦当劳咖啡，日本的精品咖啡都太酸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喜欢喝很浅焙的咖啡，但麦当劳就是很对我的胃，我觉得口味很好。但麦当劳咖啡本来就是蛮好喝的。早上我们要吃这个，昨天买的那个可颂，昨天那家店的那个面包，他们那个小小的吐司真的很好吃，一定要买。来吃看可颂。很好吃耶，它今天已经放一天了，我觉得昨天现吃应该更好吃。看，你看里面这个组织有没有很好？很好吃耶。它这个外壳我觉得有点甜甜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有刷蜂蜜还是怎样。那又没有，昨天晚上我们就去吃一个寿喜烧，不知
本来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家寿喜烧，那我叫我哥帮我订，因为那种寿喜烧都比较麻烦，不是要打电话，就是要用他们那个日本人在用的那个吃饭的 app 订，因为我就没有账号，也没有日本电话，所以我哥帮我订。但我哥就看到我找了那个，他觉得看起来很累，所以他就说他帮我找另外一家，我们就去那个他帮我们订的另外一家吃。那我觉得那家店根本就是一个在海学观光客的一家店，因为他这个吃那个靖江牛寿喜烧，其实我觉得寿喜烧本身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他那个几乎算是全预约制，到的时候我们明明订的蛮早，大概7点吧，就也没有说很晚，就是这边吃寿喜烧的店都是一些组合，反正他有三个寿喜烧的组合，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没有那个一二的组合都没有，就只剩那个最贵的组合。我想说，可是你们不是全预约制吗？都已经知道今天有多少客人，为什么没有准备那么多料理？我觉得整体是 OK 什么的，可是我就觉得每次我在日本，我已经吃两次了，上次服务也很不好，然后昨天那个服务也很不好，就是他们只是想要赶快帮你煮完，然后让你离开这样的感觉。就寿喜烧店在日本有点拿翘的感觉，感觉就是因为可能很多观光客来都想要吃寿喜烧，然后他们就仗着自己是寿喜烧店，但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一家都这样，就至少我吃的那家是这样。牛的品质我觉得是还 OK， 但没有到超爆好。整体用餐环境我觉得还 OK， 但没有到惊艳，就整体就是买个教训的感觉。我觉得算是这次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吃到雷的东西。他们那个服务真的是有失在日本的水准。等一下要去逛二条城，我们这个饭店的地方我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就走路到四条就是要逛街的地方也 OK。 所以我觉得在京都我们两个每天都在也在才了两天而已，就在京都每天要走超多路，我们第一天大概走了30000步，然后昨天大概走了26000吧，很夸张。继续吃前两天那个菜，就是跟你讲，在日本了，永远都吃不了菜。我觉得在日本需要那个纤维饮，我已经紧急 call 啊我妈帮我带来了。剩下几颗，要不然其他地方都寥寥无几。我觉得如果我们再早一个礼拜来，应该会非常刚好。但就是，最近日币不是很低吗？所以发现了日币很低的好。昨天有点下雨，所以我们就连续两天搭了 Uber， 晚上回去的时候发现 Uber 超便宜。如果你们来就是日本玩可以用 Uber， 就没有到很贵。昨天我们搭了大概10分钟的路程，才好像800多块日币，我觉得很划算。因为我就是用卡刷，然后每次就是显示美金，我都会吓到超便宜。像我们昨天还买了那个 Dicky 的香水，买下来才100多块，哇，100多块美金，我就觉得哇，好便宜。
嗨，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就是终于安顿好在东京，就也没有安顿，我们这两天行程很疯，这支影片的结尾应该就会结束在这里。因为我今天又很早起，然后大家听到我这个声音又来了，现在有点喉咙小痒，好，我现在赶快去卸妆，然后洗洗睡。这一集应该就是京都的 vlog， 然后下一集会是东京的 vlog。 OK， 拜拜。I don't need a protector. I don't need a protector, but I feel it gets me out of here. No, I don't need a protector.